各位校员，请就坐，咱一分钟后开始上课。各位校员，咱即马开始上课哈，请起立。起立，大家请坐。各位同志，各位同心，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哦，今日足欢喜呢，看安尼目睭外看起哦，几百个拢是少年啊，是足无简单嘞呢。哦，你家己看嘛，几百个少年啊。当然，即马可能是因为暑假的关系啦，吼、哦，这就是咱台湾的希望啦。台湾希望呢，愈来愈大，就是安尼啦。就是咱台湾民政府所提主张的、所提供的呢，唔是干呐，拢白他们的，即马拢是黑他们的，拢少年的。实在讲吼，看到即款的情景哦，心情非常的好。各位加油，好冇？这个今日呢，我要上的物件，这是属高级班。高级班就是你初级班啦、啊，所读的以外呢，当然啦、啊，你的课本你也还有一本台湾解答，你甲提出来，请你甲编起一篇叫做《天皇主权》这篇，《天皇主权》这篇，这篇文章啊，特别讲不离亲了，啊，非常的难，非常的深奥。所以这篇呢的文章啊，我是希望讲哦，他们讲这篇文章你若有法度读的时阵哦，你做这个国际化的这个叫做博士啊，绰绰有余啦。这篇文章呢，除了咱用汉文的写以外呢，咱冇用英文，啊冇用这个日文啊，伫这个日本的发表。这个天皇主权要讲什么物件？因为有很多人对大日本帝国无了解，就是讲大日本帝国跟日本政府是同款的，各位那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篇文章呢，我相信你若看过以后，我相信大家人对这个日本哦，会较一个较深的一个了解。后日21号，日本的参议院在改选中间。那照咱的估计，和美国的估计，这边的安倍晋三参议院他会当选一半以上。啊，那当选一半以上，日本的现主席的政体会改变。安怎讲？因为众议院自民党已经控制2/3以上，2/4以下，他已经绰绰有余要修改日本宪法是可以的。
即马参与伊，那是同款有三分之二以上、四分之三以下的时阵啊，伊要修改日本宪法啦。甲你讲很简单，当然选举以前伊不爱讲，但是各位选举以后，若有一天你看到日本自民党宣布讲日本天皇今日继续拥有台湾的主权，我相信啊，所有的台湾人，当然咱的敌外啦，一寡迄个中国人，大家拢会惊一个吼，目睭吼会足大蕊的，啊嘴也会开开，因为中国人的教育一直不爱予人知影真相，但是呢，这边的习近平去拜访奥巴马，有一个很重大的改变。6月7号到6月8号，奥巴马和习近平啊两个人见面，见面见多久？八点前久，八个小时呢。我相信哦，男女之间在来往的时候啊，都不一定能够连续相处八个小时呢。竟然两个查甫在农庄相处八个小时，啊，这到底讲什么物件？日本的媒体，伊讲吼很害怕，害怕啥？害怕美国甲中国签一个密约。啊，当然，中华民国伊嘛惊，唯一唔惊是咱台湾民政府啦。因为事实上，奥巴马甲习近平伫讲的就是讲，你中国若要变作大国，要迄、那个大国要崛起的话，你一定要按照国际法。你若无按照国际法，我讲你这个国家应万万要伫这个世界站起来很困难。所以六月十号，伊等于六月十一号的时候呢，伊到广州啊，发表一个叫做“中国要崛起，绝对不会牺牲个人的生命”。即位一即句话的讲法，他对台湾的政策会全部的改变，再也不会再讲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摆已经讲核心力啊，所以咱伫即个所在，尤其是隔壁班啊，即、這个天皇主权啊，啊，我想要为即批开始来做咱今日开始啊，因为即批呢，我爱小读者，因为这一篇啊，坦白讲是有一点难啊，所以我爱做一下解说。我要请问咱各位，台湾民政府官网有逐天看，请你举手，每天看的。会害啦，会害啦！干阿即几页你看尔，你不看边啊就好啦。台湾民政府官网知道的请举手，知影？我拢知影，啊拢无你看呢吼。啊，你逐天吼用一个十分钟的时间甲看干吼？咱即摆已经文章大概107篇啊，哈、哦，107篇，你有看无？啊，过来一个真重大的代志，咱已经发表啊，就是。台湾民政府的中央事务局委员职务啊，已经公开了。这里面有160个人的名字。啊，过来中央政治局这个迄、那个委员会啊，也有160个人员啊，名单几家已经公开啊。两礼拜以后，那么公开中央的参议院和中央的众议院的名单。啊，搁刷刷入去，要过来公布咱的黑熊部队的名单。所以呢，那是一切按照美国所安排的进度啊，等个进行。最近吼，我有接到这个 email， 有人讲伊伫台北市的街头看到迄个悍马，迄悍马车，恁知无？悍马车啊，恁知哦？哈，美国伫用的，伫迄个伊拉克伫用的悍马车，你有看有看举手？有看到？不伫台北市有看到举手？无啦吼，我甲你讲，哦，你在台北市有看到？有吼，我甲你讲啊，看到悍马车，你就知影美国海军陆战队啊已经到达台湾了。啊，所以，加咱伫每一摆伫上课诶，美国的进度是在明年啊，上少啊，即、這个叫做住伫即个 AIT 内底啊，迄、那个内湖金湖路100号啊，上无呢，即、這个800应该一半以上啊会到位。所以呢，你也看现准时在全台湾的局势啊，已经很重大的改变。你唔知有注意看无？有无？有注意看无？拢无啦吼，拢无你了解者。来，我先来讲这个天皇主权这篇，请你拍开天皇主权。1945年9月2号，日本天皇正式到航。
一直到1947年5月3日，日本国的宪法，日本国的宪法，这是麦克阿瑟帮他修改的，叫做和平宪法。生效期间呢，所有被盟军呢占领的大日本帝国领土，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明治宪法体制下，基于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的原则，尽管天皇主权被悬置 suspend， 日本天皇仍是日本国家，也就是大日本帝国。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主导下，依明治宪法第73条修宪程序所完成的和平宪法规定，天皇无关于国政的权能，也就是说天皇没有行使主权权力的权能。各位请把头抬起来。波茨坦宣言讲得很清楚，战后日本只有能就大日本帝国，来那个日本帝国的相片让它出来，它的地图。大日本帝国当时的土地啊，是从北海道这个北方四岛啊，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国，然后呢，各位你看哈，这边是琉球、台湾，还有澎湖，然后这个地方这个部分叫做新南群岛，这里有36个小岛，36小岛是划归于台北的高雄州所拥有。真正的领土啊，我们真正的领土是这么大。但这里这个所在你也看到韩国，韩国这个所在为什么也用红色，也是大日本帝国。韩国它的主权是仍然它的皇帝保有，可是它的管辖权已经交给日本天皇。你看这个所在，来你看一样的这一页，这一页的最下面，依照1910年8月22日所签订的日韩辩和条款的第一条，你有看到哈？这第一条是写下，朝鲜皇帝将完整的朝鲜的主权权利完全而且永久让与日本天皇。上述的叙述条约的内容可以确定，帝制国家，皇帝就是国家，行使主权权利的权能是归皇帝而非政府，因此足以断定，就大日本帝国而言，天皇就是国家，行使主权权利的权能是归日本天皇而非日本政府。我这个是一个一般的人，我们台湾人不知道的观念，对，以前是大日本帝国当时管台湾这块土地，还有日本的所有土地，日本天皇所代表的是他打包的权力来交给首相，所以天皇他有所有权，然后呢管辖权是归给政府。但是当大日本帝国的时候啊，是天皇拥有主权，而且可以还也可以管理，这是不同样的所在啊。这个所在对牵涉到咱现主席你讲台湾的这个主权的问题。各位你们把头抬起来先看我这，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这个马关条约是什么人跟什么人签的？是大日本帝国的皇帝跟大清帝国的皇帝两个人所签的条约。来，我们看一看这个条约的最上面哈，这个是文字啊，这是原文，没有任何把它做任何的修饰。意思是讲，大日本帝国伊的皇帝和大清帝国的皇帝来签条约，这个条约是大清帝国将伊的拓殖地，就是伊的殖民地台湾、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这里面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只有殖民地或者是拓殖地才可以在国际法里面被割让；如果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不可以被割让。你打仗打输了，也不可以被割让，顶多就是换一个政府。所以这点哈，伫党个人个头壳内底爱足注意的。台湾这块土地甲澎湖这块土地，本来这块土地是不是大清皇帝的？来，咱来看，迄当阵
大清皇帝他拥有的台湾是什么样的一个部分？那你看那当中台湾的地图，台湾的地图，这个在初级班的时候，我们已经上过几次。右边的地方是高山的土地，高山的土地当时是由高山族所占有而且握有。高山族的土地呢，它是分成部落型，所以当日本天皇得到台湾的时候啊，他本来是很高兴，可是当他的部队到台湾以后，他就觉得吃他就地方了呢。是怎样？因为高山人不服从，他认为你日本人是外来的民族，怎么来干涉我们？所以那当时日本为了把高山族征服，注意哦，我用征服两个字，慷慨征服，意思说事实上就是用简单的话语就说把他打败了，那见你啊啦，啊，让他们这个高沙族人啊，全部降服于日本天皇。所以在1895年日本以后，经过十年，1905年的时候啊，日本天皇在台湾开一个国际会议，也请美国住在中国的参议来开会。开会的结果有一个结论，认为高沙只是一个部落的形式，并不是一个国家，所以他认为像印第安人一样的把他们征服，所以他派的警察跟部队啊，从北一直到南，花了多少时间？十年，到1915年的时候，才把整个台湾人，包括高沙民族啊，全部征服，甲蒋征服这个高沙民族。迄当阵，大家注意日本天皇才开始讲 ：“OK， 你甲见你啊，你打赢了，你是老大。”啊，怎么会知道说？这里台湾整个都是臣服于他呢，因为1922年2月6号，有一个叫做华盛顿裁军协定。这个裁军协定里面，这19条承认台湾平遥是归属于日本天皇。哦，在这个时候呢，甚至1915年的时候呢，头一次日本天皇帮台湾人建立了主权 sovereignty， 用了 sovereignty 这个字的。这个汉文啊，叫做主权，但是所有中国人因以前刚捌什么叫 sovereignty， 他们没有，他们完全不懂什么叫 sovereignty， 他们只有懂得什么统治权、治理权而已。所以你讲看这个《马关条约》来这一小小写的时候，你以汉文的时候，伊讲写管理权而已，他没有写主权，因为当时没有这个主权这个概念。这个整个世界一直在。逐渐的在进步，所以台湾本来是中国的拓殖地，因为是拓殖地，是殖民地，所以可以被割让。一直到马关条约以后，尤其是日本天皇又派军派警察将台湾岛给征服，安尼才真正的属于日本天皇的殖民地。这个时候还是殖民地哦，所以日本殖民地一样，他经过了19任的总督啊。啊，日本天皇任命了18任，最后一任，因为日本天皇在1945年4月1号宣布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授予台湾人参政权跟参战权，因为这两个授予是完全符合万国公法里面这块土地变成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变成日本政府的这个 territory， 日本天皇的领土，但是。这个日本政府所管辖的土地国土，所以这是整个的差别了。所以为什么一直到今天为止，美国人在我们2010年9月8号举办酒会的时候啊，会送我们的那两张图啊，这个各位你们的左手边啊，那两张图，我上课每一摆。咱一直将这两张图啊，在咱的所谓全台湾的教室拢有打出来。这就得甲大家人强调讲哈，以美国它的国防部已经非常明确跟我们讲的非常，而且这两个图也是一样交给日本，就是甲日本人讲，讲台湾这个土地若要处理，伊安怎处理？就是讲一定将来必须还给日本天皇，但是日本天皇现在还不能接受。就是说因为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一条的 B 里面，日本天皇的权力叫 suspend， 叫吊起来，暂时不可以说。所以现在是要看美国的态度，因为美国是台湾是日本的征服者，那征服者就是有拥有占领权，
有占领权的人，他有讲话的权利。哦，这是坦白讲，这是这个国际法的较深的部分。但是这个较深的部分呢，美国一定照这个原则在行。所以有的人真侪人讲吼，啊，台湾这个现主席你讲日属美战，啊，有的人讲哦，美战跨有无唔对吧？因为美军来自台湾，美国来咧管台湾，啊，总统你选举选了五月二十，你若无接到贺电，你也不能就职，已经就足清楚啊。就是讲，今日美国是占领台湾，但是中华民国代替美国来占领台湾，所以中华民国的总统若要就职，你无贺电，你就不能就职。这个已经，这个也就整个状况，很多人都看得懂，所以美战大家都没有意见。这个日属就有一点，有很多人有意见了。台湾今天的土地总不是一个无人土地，但这波在迄个战争失败的时阵啊，迄阵有600万的人口呢，600万人。东西的蒋介石曾经向麦克阿瑟建议，拜托伊讲啊，拜托派船来，将这600万的人口啊，拢总改再等于日本。欸，咱是互伊想讲，咱是日本人呢。啊，这是因为教育的关系，互咱不爱互咱知影讲，咱是日本人。颠倒伊甲你讲啊，我们都是中国人。其实我们跟中国完全没有关系。啊，既然没有关系，你不管你是血统也好，有人讲。啊，咱的以前是为中国来，你要看啊，所有的去中国寻根的人，我跟你讲，没有一个寻到根呐、啊，哪一个寻到根的？台湾人寻到根的，你已经你也看看所有的报纸，没有一个人寻到根呐、啊。啊，那寻到根，他拢假，绝对假。你安那知影假？验血就知影嘛。你唔相信，伊的血甲抽出来，你的血甲抽出来，林玛丽医师啊。曾经做过这种调查，发现啊，台湾人的来源啊，根本就不是中国。所以呢，即马科学的东西啊，可以证明很多事情。咱即马先暂时卖讲，因为咱要讲的是讲法律。台湾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日本天皇从拓殖地殖民地到1937年在台湾实施皇民化。皇民化是万国公法里面的规定。皇民化主要的目的，让台湾人能够讲日本话，让台湾人能够更改姓名。但这个姓名不一定是讲爱变做日本名啊。你像我来讲哦，本来我是姓林嘛，对不对？但是有外爸，我的父亲啊，我的祖父那个时候啊，这个林嘛，伊改做武林，他可以买阿西林，日本也有这个姓。就是白亚西，他可以呢，有一点像那个是竹子，竹子也是他可以，啊，在这里武士的武啊，也是他可以白亚西，所以我的父亲啊，跟我的祖父啊，在日本时代啊，就已经把名字改成武林，所以武林变成了我的姓。你台湾有偌济人改名，差不多是13%左右啦，有13% 的人哦。啊，改这个姓名啊，有的人无改，不要紧，不要紧。虽然讲无改，不要紧，因为这个啊，做日本的皇帝，在这个1945年4月1日，佮宣布讲哦，台湾实施明治宪法啊，所以呢，咱伫今年下个月8月12日，咱就有一个团要去日本，要去日本天皇，这个天皇明治天皇。要去明治天皇的啊，这陵寝来行咧。哦，咱好个在有迄当地实施这个明治宪法，因为实施明治宪法，和咱台湾人的地位啊，完全变成不一样。所以12日为台湾出发啊，13日呢也去明治宪法的陵寝，然后14日再坐从京都啊坐新干线啊到东京，然后到昭和天皇的陵寝。然后呢，14日下午呢，我们会去啊、靖国神社啊参rehearsal 就是预演，因为今年的8月15日，日本一定非常的闹热。我本来唔知啊，李兴先甲我讲，你敢知影即摆现主席啊，敢若8月份啊，想要去日本呢？听伊讲已经有400架的飞机啊 cancel， 订无位啦，而且日本啊订不到游览车啦。你看暑假偌客满就好，好加在咱遐先订吼，咱有差不多40几个人吼，要去啊做日本的
靖国神社参拜，因为这靖国神社内底有几个台湾人，你知无？39,100名。由我们去靖国神社参拜，可以凸显一件事情：，像那靖国神社内底有30,000+个台湾人的英灵放伫遐，像那日本人要将台湾人的英灵放伫靖国神社，伊奈不爱放美国人，伊奈无必放中国人。很简单，所谓的靖国神社跟忠烈祠同样，中华民国替中华民国牺牲的人，中华民国把他放在忠烈祠，替日本牺牲的人，日本帝国牺牲的人，日本皇帝将这些人放在忠烈祠。为这点你能了解台湾人是不折不扣的大日本帝国台湾人。忠烈祠里面有台湾人吗？没有。看，这摆就上趣味的。这摆有一个成大的学生叫做洪仲秋，我看最近逐天报纸拢在写这个人了，对不对？大学生呢，要读硕士呢，啊去做兵呢，哇，要受虐待会死呢，虐待会死呢。会捌做兵的举手，拢有做过兵嘛？啊，你捌看到迄款虐待会死的无？你唔捌，但是我甲你讲。你若看伊遐个虐待遐个人，我甲看看，遐个面款拢是中国人，在心态上面都无共款呀。伊认为讲，其实很清楚的一件事，所谓的中国人，其实咱台湾人啊，诶，头壳内底拢想讲，毋是叫中国人，拢甲叫做外省人。其实不能讲外省啦，因为台湾哪有其他的外省啦？台湾不是一个省呢，台湾是一个国家呢。国家一定无外省啊，哪有外省？是因中国唔叫外省，所以中国人因的心内不管大大细细，第几代、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嘛，拢赶快，他们内心里面所生殖的一个观念就是啥？你台湾是战败国，你是战败国，你们的水准比较低，这是中国人的心态。那我们真的水准比较低吗？应该是不会的。但是我甲各位讲哦，你讲水准比较低，这个顶两三礼拜的时阵哦，咱楼下的交易厅哦，放迄个冷饮呐，啊，另外个大姐的讲哈，如果你要那个买那个冷饮呢，要自己投币。头一礼拜哈，上课初级班呐，结果呢卖80罐呐，啊，钱才收着40罐呢，啊，是安怎？是安怎？无铜板的款啦。但是我跟你讲，这是一种哦。我有当去想讲，啊，你即摆来民政府，你伫上课，你就是训练要来做官员呢。啊，那一罐迄个饮料吼，30块你都不去把它投进去。结果呢，我第二次上课的时候，我直接宣布，恁做民政府的人吼，唔通安尼啦。人迄个尤先生吼。啊，放底下，伊是准备用迄投币的，互你家己弄的吼，唔通安尼做法啦，安尼就等于枪毙，等于啥？等于贪污啦。我结果我第二次宣布了，第二摆吼，钱甲动出来，内底放80罐，讲收120罐的钱啦。我讲也未歹，所以哦，不是啦，这无同款人嘛，迄是第一届嘛，啊，第二届讲吼。卖80罐，收120罐的钱啦！各位，唔通安尼啦！你要啉吼，迄罐你钱家己落就好啦，唔免拢替别人落啦。我所知影呢，咱的书店吼有落有记录啦，对不对？我无看，我拢知影呢，因为吼，迄录影带我有看到你，伊甲弄200块啦，啊，摕一罐啦，啊，不怪钱会寄出来。我是别安尼讲，我们台湾人吼。就关于那个生活价值啊，要自我约束啦，哈、哦，爱自我约束，卖讲吼轻轻菜菜啦，吼、哦、啊占小便宜不要啦。虽然无人你甲你看哦，你嘛叫起刚来啦，安尼好冇？好。国光都等下，这个日本天皇吼、哦，这个权力，以马关条约来滴，才足清楚的，天皇对天皇。啊，天皇伊有台湾这个所有权以后，伊敢有受到处分？没有呢。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哪一个人被吊刑？也
首相叫做啥？东条英机，叫吊吊，迄个，伊叫处罚啥？绞刑。但日本天皇无处分啊。联合国不是联合国，迄个就今天和平条约来滴呀。讲日本天皇没有受他，日本天皇没有受到处分，所以日本天皇没有受到处分，所以杜勒斯他用讲的话里面就是讲日本天皇呢，伊无给处分，啊无给处分，原来是日本天皇所有的物件仍然继续拥有，所以各位，这是美国，他没讲啊，美国他在玩的策略，全世界，你敢知影这个德国建军失败以后有没有签条约？有签条的请举手，没有签条的请举手。哎，不知道请举手。我跟你说，你也说很奇怪呢。大家都好，课本读到要死，历史的读，从头到尾都读到要害。日本、韩国、德国战败嘛，对不对？有没有签约？没有。想到没？为什么没有？因为它整个被毁灭掉了。整个会毁灭掉以后，所以现在今天的德国和以前的德国有同样吗？没同样，是偏偏是以德国人所组成的政府。意大利有同样吗？有，因为意大利有签条约，意大利的条约在1947年2月10号签的条约，意大利所签的条约呢，我也很长呢，其中的23条和我们现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也不相同款，但是雷同。你看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Japan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那是第二条。你看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来再来马上看意大利的那两个条约，1947年的2月10号所签的第23条，那个意大利条约，来你来看哈，那是意大利条约啊。意大利有一些殖民地，包括啥？索马利亚。索马利亚这个本来是意大利伊的殖民地，但是意大利的殖民地，后来意大利放弃的时候，因为伊这是殖民地，所以他放弃的只有两个东西，放弃索马利亚的 right 跟 title， 他没有 claim， 因为伊不是国家，他不是一个 territory， 不是一个领土。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放弃。但台湾已经在万国公法里面已经是变成日本天皇他的神圣不可分割领土，所以日本政府就要放弃他的 claim。 这个 claim 就是什么？好像是吉田茂他自己写的1963年的这个写一个 The War in Japan， 他说263页里面说，我日本政府只有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Right of sovereignty， 所以呢，咱这条约物件啊，一定要讲个清楚。以你看条约跟条约两个比较下来，你会知道说哈，到底殖民地的时候还有领土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啊，过来看到这里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诶第四条，因为有的人会讲呢，伊讲啥？伊讲奇怪，你不是说有美国 USMG 吗？美国军事政府有无？美国军事政府到底有没有？有人说没有啊，我都没有看到啊。各位，咱看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四条，有的第四条吗？旧金山和平条约的 Article 4， 你有看啊？第四条呢，伊在讲啥？所谓啊，这是这里第二条哈，第二条，这里是第二条了，这是第二条啊，这是第四条，第四条呢？军事政府，你看哈，这里我们用那个比较浅的颜色。第二条原文呢，哈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接下来美国军事政府。伟人公根本没有美国军事政府，美国军事政府在这里。第四条，第四条，那要翻译较简单的，就是讲日本伊的人民加财产 property。这两个东西呢，由美国军事政府可以处分，可以分配。所以你看看，台湾这个土地是什么人的？日本天皇的。美国军事政府对于日本的人民财产，还是说 property， 也当然啦，有处分权和分配权。
本来有很多人说，啊，我都没有看到美国啊。各位，美国你不用看，就在这里。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四条五，因为过去也讲讲真少人读旧金山和平条约啦。你看旧金山和平条约，你后边人应该看有啦，迄颜色较无啥共款，你有看吼？迄个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USMG， 美国军事政府，美国军事政府对于日本帝国的人民还有什么？对于这些人民的财产，美国军事政府有分配权，还有处分权。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你美国对我台湾到底要怎么处理？你美国对琉球怎么处理？你就要叫你跟琉球怎么处理？你就要这样来处理我们。所以我们这边提出告诉的时候，跟美国说，美国你当年在1945年的4月1号你在琉球登陆啊，战争以后，联合国将琉球，琉球啊，同盟国将琉球啊，交予联合国托管。啊，联合国交予美国托管琉球。啊，后尾啊，1972年，5月15号，琉球献予日本政府。照道理来讲，应该献予什么人？日本天皇。所以琉球的现主是献予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即嘛是干呐代替日本天皇。托管琉球，所以真有可能台湾哪一天美国讲，哎，好啊，我不爱管啊，我即马我交还哦日本天皇，但因为日本天皇伫旧金山和平条内底，互 suspend 伊个权利，所以可能有交日本政府来甲咱托管。这是整个局势的改变。即马啥物人伫反对？中国反对，中国一直讲。但是奥巴马有甲伊讲，我要交予日本政府托管，迄嘛是无法度的。国际法内底安尼规定啊，你伫啥物所在战争伊失败以后，伊即个土地都无交予你中国啊，伊即个土地是会当交予日本政府尔。所以中国甲美国嘛咧谈判，伊讲你只要台湾不独立，就是讲咱卖去独立，咱卖家己变做一个国家，安尼交予日本的。跟日本变成一个 Commonwealth， 这样中国说他可以同意。所以你看中国人现主席有很多政策，他一直一直在改变，他一直改变，他现在是针对谁？针对我们台湾民政府。余正生5月23号他说，只要你民进党，中华民国民进党放弃法理台独，他就愿意跟他坐下来谈判。喂，民进党刚把讲到法理，没有呢。讲法理的是啥？是咱呢？他们一直点的拢讲咱当作是民进党，其实我们真的不是民进党啊。民进党是中华民国民进党，他的党章、他的台湾决议文讲得非常清楚，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做中华民国。这个跟我们的那个论述啊，实在是相差太远太远了。所以你看看，这是余正生是什么人？你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是政协主席，又兼上海市的书记，是有够大呢。他说不搞台独啊，就是那个。所以这个余正生是5月23号说，5月26号李克强，就是他的总理，去在德国，他说什么？李克强他说，希望美国按照波茨坦宣言跟开罗宣言，将台湾来交给中国。各位，过去中国一讲台湾问题是国共内战所造成的结果，但是今日中国的高转已经改变了说法，一讲是波茨坦宣言跟开罗宣言。那波茨坦宣言跟开罗宣言，各位我们可以放心了，对不对？对不对？安那丢，安那丢，为什么可以放心？为什么？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是 declaration， 不是条约啊！你听有啊？那是一种的主张尔啦，渐渐的主张，主张就会当变作讲啊，做啊法律上的根据吗？
欸，我主张讲哦，我明仔日要开奖的迄个爱国奖哦，会当得两千诶，即摆是讲上关的22亿吧？哦，23亿，我主张，我主张，当然已经开完讨论啦，但是我感觉迄毋是我啦，用报纸写讨论丢的嘛吼，啊不是，我不是，我讲哦，我主张。这个刚刚开的那个威力财啊，23亿啊，啊是属于我的，啊你敢会使？你阿潘心奈袂使？想你讲会使，啊但你讲会使，咁就真正会好啊？没嘛？所以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赶快的意思。你做宣言，你都要个叫啥？有条约，有条约 treaty 才能够落实啦、啊。啊，所以。李克强他讲得非常好，因为他在帮忙咱，你知不知道？波茨坦宣言、开罗宣言，啊，但是他现在没说一点就是什么？没说是国共内战，也是很大的改变呢。你台湾人不知道看我看不，我是搞不清楚了。所以他如果这样来说，还又遇到这个习近平，他说，中国发展绝不牺牲个人的生命，哇，很明显的，中国绝对不怕台湾人啊。对不对？啊，你嘛拍拍手嘞！人跟你讲哦，我未跟你拍，啊，你嘛上无爱欢喜者，啊，上来未拍，伊讲的话，迄个啊做，迄个，我唔知恁有迄个啊做《广州日报》迄个标头无？我会记得是，其他的各州敢若有迄个标题啊？哦，对啊，唔是这边啦，迄个啊做《广州日报》啦。广州日报，那个啊，这张广州日报，你看啊，发展不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你看啊，那个有的报纸吼，写搁较明显，中国发展，各样写中国发展不会牺牲任何个人的生命，就简单了嘛。中国已经放弃讲哦，其实啊，中国已经知影讲，照法律来讲啊，台湾绝对跟中国连不上线了。可恨的是台湾人呢。台湾人一直在讲哦，台湾是中国人，中华民国是台湾了。我是气到要害，啊，但是就无法度嘞。啊，有真侪人一直讲中华民国台湾，啊，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啊，那安尼讲哦，我讲你听，你听清楚哦，中华人民共和国，你若要甲简称安那讲，中华民国啦。你听无？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对不对？对不对？丢一下手。嗯，对嘛，那唔对啊！中华民国等于中国，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于中华民国等于中国，侬赶快呢！啊，无怪民进党甲你讲，我老早就甲你讲啊，恁家己歹听啊！所以民进党叫啥物啊？中华民国民进党，因为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伊家己讲诶，啊，伊家己讲，咱叫邓票给伊。咱家己声明，咱你家背书嘛，对不对？好佳哉啦！2014年的马尼啦，我们正在阻挡他们选举，是不是有办法阻挡得成？我唔敢讲，爱看咱啦。咱若讲每一届吼，拢请真正侪人安尼吼，安尼来上吼，安尼我相信到年底啊，今年的年底啊，2000-4000个都满了啦。各位，咱做会到无？欸，请你举手。好啦，你若到时买，你就巴肚疼，我跟你讲。因为吼，他讲吼，美国已经等不及了，你拢唔知啊？美国真的是等不及呢。美国已经甲讲几下摆咧，欸，恁到底当时买好啦？我很快啦。当然啦吼，咱南美时期拢穿安尼短短呢，啊，拢个少年啦吼，好啊，透冻啊，我跟你讲，真正足透冻诶。我们在很快的时间内，台湾民政府很快就会爬起来。各位，有一点我要让你们大家知道，你一定要坚定你自己的信心，因为你现在在这里，你读的东西是你自己读，读在你的头里，你不能读在你的嘴里，你的头脑里面，任何人拿出任何问题，你都有办法跟他反驳，任何人有什么问题，你都跟他说明。我们这个法理到今天为止，坦白讲，所向无敌啊！一本新台湾论，哎，有新台湾论的请举手，很好啊。没有的请举手，我蛮够遮济嘞。啊，你无新台湾论，你来遐搞啊？
恁拢读个拢免读呢？我讲你一定爱读啦。新台湾论哦，唔是我哩讲啦，那真的是台湾的问题的彻底解决的一本书啦。啊，所以咱讲你受完你去受训的，你都是打对折给你嘛，就是要叫你啥爱去读啦，因为这本他们讲非常重要，因为咱即马尤其是咱即马吼，咱的中央的内阁啊，这地方上的内阁开始摆出来以后啊。很快很快，政治局事务局很快，将来我们这些内阁的实际上的作业、啊、很快要进行。会记得咱是在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开始试行运转台湾政府，再讲一遍，我们是在台湾民政府的架构下开始试行，就试看卖啦，试行运转台湾政府。现在内阁就是台湾政府，政治局、事务局就是台湾政府的结构。这是按照美国希望我们一步一步的做。各位，我跟您讲一个足好的消息：中华民国未甲台湾民政府直接对抗，你也看卖啊。咱这个所在已经成立这边三年啊，外面插的是美国旗，没有问题啊，没有任何人来找我们的麻烦，甚至有的同心结结交的，啊出家己出车牌 ，USMG， 123456，啊都家己甲挂出去，啊挂出去以后，伫华人啊，啊当然有的警察是较少年啊，就该取缔啊。开个两张罚单啊，迄、那个牌什么牌，唔捌看过，甲没收，提进警察局。但是到礼拜天都不一样了，到晚上就不一样了。迄、那个牌提来行李，啊，卡多开两条红单伫倒，拿回来。各位，人家对我们也很尊重，无希望讲甲咱发生冲突，咱啥拢竟然拢去讲挑衅啊？咱去处理你本单。什么人不好本就一定在警察的面前跟他说你们是流亡政府，很不好啦，人都已经知道说他们是流亡政府啊，啊你怎么就一定要在他面前跟他说你们是流亡政府，这样我觉得我们同学有人很计较的，他们年轻人都是少年啊，不好啦，我再说一次，我们不是要向中华民国接掌政权，我们接掌政权的对象是 USMG 美国军政府，安尼好冇？好，你们两个人好呢？等，慢，你拍手拍得太早了。我的恭喜在你，你不要跟他挑战了。咱在美国的指示指导之下，一步一步给完成。你卖未经的跟人挑战，车牌都还没出来嘞，你就自己去先挂。人家警察有的很聪明，你这个车牌那橘黄色、橘红、橘子色，那个叫我那个啦，干嘛色？他说，不爱三月色，你应该是红色才对啊，我们是红色，你要看看我们的那个牌照才有样本吗？让大家看，月底也出来了，现在这没了，但是我跟你说，因为其他的各州有的人有了。那个咱的车牌是写 USMG， 下卡写 TCG， 啊有四个号码，两个在前面，两个在后面，甲一般的车牌差不多啦，是红色的。其实警察拢知影啦，因为咱在这个所在，咱新竹州的州长啊，新北市的调查局啊，伊的办事员甲迄个组长啊，嘛有敲电话伊啊，讲听讲你们在卖车牌，敢有影？有无影？真的，啊！你来买买，爱来叫我家登记，我新竹州的州长。啊！伊甩个话讲哦，因为我告诉你，我们不是卖你白色的车牌，我们卖的是 USMG 美国军事政府的红色车牌。点名呢？因为很主席，我们接到的指示，前半年那的车牌含。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那个白色的车牌，两张要放在一起。啊，你讲按边啊放？按要怎么放？你若未晓，无要紧。咱的那个修理厂啊，会当给你用。各位，
一定要按部就班。但是有这个车牌的人，一定要有身份证，而且要有行车执照，行车执照我们会发给你。还有保险，美国公司会帮我们保险。有这三个齐备了，你就很放心的去使用我们台湾民政府所发行的汽车牌照。安尼好唔好？哎，你拢是为着要升级尔啦。啊，我中华民国的车牌哦，一个一年要两三万块。啊，这个听讲民政府的车牌一年才三千块尔。各位，我很多因真济代志，但咱只有发行一千面呢，一千几百，啊，这一千几百吼，后摆我们接掌政权以后，这个牌呢，我的想法是讲永远有效啦。干那顶管爱大只 stick， 讲吼，可以对一年，甲日本同款嘛，日本拢顶管大只的只抓条啊，讲你啊，今年多诶，迄个叫做牌子，所以呢。有真多，我们接掌政权以后啊，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会改变，啊，因为我们这个价值观呢，我们要彻底的和中国人完全切开。所以呢，我再要讲一摆，因为有个咱这摆少年啊，这么多，啊，你们是很好，但是不要创新了，因为我们是按照法理去行，这个法理就是一定要你课本你来读，《新台湾论》你也读好。啊，你若唔知啊，你可以在我们网络上面提出问题。我有刚看看吼，根本都阿未轮拿到我来个回答吼，都已经有同心啊，伫网络上改回答。当然啦，上个重要诶三个重点你要记住：第一，台湾将来绝对不会是共产国家，一个你，台湾绝对不要变成共产国家。第二。台湾绝对不会跟中国统一，好不好？嗯，绝对不会。第三点，台湾将来跟日本要变成 Commonwealth 邦联或者是联邦，因为只有这个样子，咱台湾人才会出头天，咱台湾人才会行家己的路，咱台湾才有未来啦，对不对？对。谢谢。过来，不要紧，哎。卖金牛，卖金牛。即卖过来要甲各位讲的，就是讲日本的这个天皇主权啊。我讲话讲伤济，这个、天皇主权爱无头个煞袂使。这个过来第二段哈，这第二段是整个文章的重点。明治宪法是日本天皇有行使主权权力全能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和而和平宪法则是日本天皇没有行使主权权力全能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因为麦克阿瑟把日本宪法改变，在明治宪法框架内所修正的和平宪法，无论是以哪一种名称来颁布，本质实为剥夺天皇行使主权权力全能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只有改变日本的政体而无涉日本国体的变更，到今天为止，日本的政体啊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就是日本安倍晋三在打拼，就是要修宪，要让日本变成一个日本的国体啊，要让日本天皇有实际掌权的机会。当然啦，这要看最近这几个月哈。美国跟日本怎么做，我们呢，咱台湾民政府很简单，咱吼埋着头好好来赶快将这个四千名的训练人员开始训练好势，同时政治局跟事务局那些人民啊，那些人员呢，开始要分批来这台北训练啊。当然啦吼，咱各位现在那些高级班毕业以后吼，我们会从你那个里面的履历里面吼也给你惊人出来，啊，会经过面谈一样啊，会再编入政治局跟事务局里面，啊，所以那被编入里面的话呢，啊，我就希望讲，你伫迄方面啊，专业训练的时候，每一个人啊，要较打拼嘞，就是你专业训练的物件。有的人会想袂到讲吼，我呢，够可能会当做官员，各位，你是有那个机会，啊，你有这个机会，你都要把握。
啊，你若家己袂晓把握，啊，啊，佫也想讲中华民国去佚佗啊，那你就完蛋了。1947年5月3号，日本和平宪法生效，一直到1951年9月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签署期间，大日本帝国领土中被波茨坦宣言公告第八条所限制的领土范围，也就是杜勒斯所认定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处分后的日本是实行和平宪法，而其他归属日本天皇，在盟军占领前实行明治宪法的领土部分，明治宪法是被悬置而没有被废除。这讲啥？这段你讲啥？除了那四个岛，北海道、本州四国，还有九州这个四岛以外，其他的领土，包括台湾呢，赶快是属大日本帝国的明治宪法的管辖。今天台湾仍然是大日本帝国宪法所管辖的土地。这是渐渐。各位，你把头抬起来。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在给我们帮忙。6月9号，《自由时报》第6A版来这下下。1949年，中央情报局机密档案公布。那个机密档案公布，你给他看一字，那个字，伊讲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这你看有，因为伊写大字的。你上界重要，你看无？来，那个啊，做那个中央情报局的那个报纸，把它出来。来，你看哈，这是 A6版呐。右看也看，先那个哦，过来。哦，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华民国的，你看哈，那种看有啦。你也看无的物件，还有你没有注意看的。对，这个用红的这段了，这段想想，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你看，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被占领的领土，被谁占领？被谁？你的证据在哪里？旧金山和平条约的23条，谁的土地被占领？你说日本的不对啊，日本天皇，日本天皇的土地仍被占领，哦，就清楚吧。所以为什么跟你讲日苏美战就在这里，很清楚哎。什么人也没办法跟你变，你想看什么？你如果说台湾要独立了，你要向谁宣布独立？向谁？对，要向日本天皇宣布独立啊。所以很主席很多的台派，台湾都要独立不？啊，请问你要独立？你要向什么人说？向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土地都不是中华民国的啊，那是很清楚啊，对不对？台湾呢，不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啊。上面啊，那个，国旗里啊，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华民国的，你看哦。所以你想想看啊。你怎么独立？台湾这些土地也不是中国的啊，台湾这些土地也不是美国的啊，怎么独立？所以美国跟你说台独代表战争，原因在这里，定义是他占领这不能让你独立啦，你如果要独立他要跟你打，一定要跟你打。所以台湾的地位啊，是说这么多年来台湾人是，我常想说台湾很可怜的，比较走都走不出来。像以前呢，这40-50年来的，予人用错误的理论啊，予咱台湾人已经拢毁去啊。是安怎？你真简单，你以前当官的时阵，含我嘛足少的呢。以前当官啊，演讲吼，我能读高中尔，嘛四界走呢。我会记得我以前吼，拢对迄个什么人康宁祥啦，康宁祥咧演讲啊，我读高中尔。我最近我知影康宁祥甲我差无几岁呢。迄人伊读大学的时阵哦，有伊就咧演讲个呢，啊，伊个声音吼，烧声很有磁性啊，啊，高中生哦，哇，好羡慕啊！但是呢，对到今日，迄天我甲参康先生有见面啊，康先生甲我讲哦，啊，阮都40-50年拢无多进步咧，啊，即马读你个文章读得讲，啊，原因就是遮，因为台湾的地位他弄错了，毋是中华民国，就是讲中华民国下性命，你甲中华民国套，无管卖样个了。我并没有台湾的主权啊，
原因是这嘛。但是这句话呢，伫电视刚出一摆尔，伊家己讲呀。伊台湾人伫干嘛讲？你在出卖台湾的主权？阿曼英就讲，我并没有台湾的主权啊。伊无台湾的主权，伊怎么出卖？其实台湾的主权是上亚，日本天皇遐。啊，你起码安尼知影，我想咱家少年人容易知影，你就头脑要去想，怎么样走得出去？你也让跟我共同来研究。当然啦，我现在研究当然是美国和我有滴一起在配合，一直在行，希望讲赶快能够走出去。啊，要走出去呢，你要接到捐款，你要训练四千名。你没有四千名的人员，你怎么样能够接掌政权？你总不能讲我一个人去接呢，无可能的。雅虎一个人去接捐款，够有可能？无可能。但是你也看哦，伊拉克当美军攻打伊拉克的时候，占领伊拉克和英国，伊拉克当地的老百姓成了二十几个伊拉克民政府，二十几个，大家都是要做民政府啦。结果美国啊，跟他承认一个，这个一个是伊在美国的华盛顿 DC 改设办公室，的那个人只有一个人。你回来伊拉克，美国正式才宣布，美国军事政府宣布，我从今天开始将伊拉克民政府交给你一个人。一个人要给他组织伊拉克民政府，他用四个月就把他组织完成了。回款一段也让组织了。台湾的经营不同款啊，台湾这个土地啊，人种啊太复杂了。四种人，第一，台湾这个土地是叫做本土台湾人，本土台湾人，请你举手。哎，对，啊，你算你知道了。第二种，伊是台湾人，但是伊个认为讲伊嘛是中国人，请你往下举手。对了，你两举手就很奇怪了。第三种的人，就是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对，现在这边也做。你没有办法投票，啊，讲了投票，咱台湾人足戆诶。中国国民党为着要互你台湾人会当去甲伊做伙算这个选举、民主选举，伊甲你设个游戏规格，你只要投票给他，迄、那个互你投票，迄、那个人会当摕到偌侪钱？30块。诶，全世界无这种例呢。啊！伊政党会当摕偌济钱？50块。啊！立法院啊，四年就做200块。所以你若去当票，你就了230块。所以各位，中华民国头脑是真好，台湾人的头脑嘛真好。但是呢，台湾人啊，投机取巧。啊，过来台湾人一个足大的毛病，死鸡挖大便。会死鬼挖大便，请你举手。拢袂啦，但是你有去当票，请你举手。你有去当票，请你举手。恁拢是死鬼挖大便啊？那会无？那会无？敢若袂输，每一摆上课，我拢先甲恁讲，听清楚哦。目睭起起，我试看卖啊，才对呢吼。我问哦，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丢一举手。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丢一举手。哇，嗨啦嗨啦，要过你举手的呢？啊，你的初级班是无来啊，是安那？哦，拢在点头啦。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你若举手就很危险呢。啊，我阁问你一个问题，同款，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对会举手？这拢知影唔对？啊，是安那？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你讲有所有权证？你有台湾的所有权证有无？无嘛？啊，你有国宾饭店的所有权证无？无嘛，所以台湾唔是住伫台湾的人的台湾啊。什么人才有权利？日本天皇还是大清帝国的皇帝啊？
伊毋只有权利将用条约甲你卖掉。啊，所以你看，咱选举的时阵，中华民国伫选举，定定用即句口号：台湾是台湾人，台湾你若无转互我，你要转互啥物人？骗子咧，敢毋是？后摆你若听到即款话，你要甲我讲，我转互啥物人？转互我家己。敢毋是安尼？台湾毋是住伫台湾人的台湾，所以台湾即个土地的所有权，所以有一个理论啊，吼，一个理论就是讲，你台湾台湾人想要建立你家己的国家，会使哩无？会使哩，但是爱日本天皇同意。啊，日本天皇旧金山战争战输去，但是伊无受处分啊，伊干第一条的美甲伊讲，叫伊暂时卖讲话尔尔。所以咱每一年十二月二三，拢去日本的皇宫，甲日本天皇祝寿。原因伫遮啦。啊，日本天皇已经连续两届，即个旧年第二摆，今年十二月二十甲二四，咱换了同款，要来日本甲日本天皇祝寿。咱其实伫甲日本天皇祝寿啊，是恁替咱家己咧拍算啦，互日本天皇知影咱啦。哦，就让伊知影讲哦，喂，日本天皇啊，我无袂记你哦。你日本天皇的诏书伫台湾实施，好加在你的实施救了着咱台湾人哦。这是头一年的啦，旧年的迄个，我讲哦，这个头一年你甲看哦，这头一年哦，遐日本记者看到这张图哦，惊一跳呢。伊讲啥啦？啊，日本的记者在咱车里面，啊，那有迄个黄色加绿色的，惊一个。产经新闻哦，将迄个黄色的弄个擦红红，规机拢擦了红红。啊，所以哦，迄个，这个圆的吼，这种较大嘛，变圆较大嘛，这种擦红的。头一年啊，头一年，因遐记者伫问讲哦，啊，怎么有那个旗子被他混进去？啊，但是旧年吼，因就知影，迄旧年的，咱的相片出来，这旧年的，咱的有够侪，你看，伊就无甲伊擦掉啦。所以第二年。就照原版好出来，啊！所以日本人嘛开始知影讲，哦，迄个图是台湾民政府的哦。啊，所以我讲今年第三年，第三年以后，我相信安倍晋三做总理以后啊，首相以后修改宪法，早晚伫安倍晋三阿未换的进程，我甲你保证，一定会宣布日本天皇。仍然拥有台湾的主权，看到没有？所以各位，咱大家吼拢有责任，有啥物责任？爱将这个代志讲给你厝边的人听。大概后礼拜是后礼拜吼，咱这边发，我要来甲咱国际的首长讲，咱中央啊，摕250万的台湾民政府的机啊。和国际的酒店，啊！你国际的酒店摕这个机啊，200机啊，啊！就征求250个，咱的学员，你要有旗杆呐，机啊我出，旗杆你也出，因为旗杆较贵，机啊较俗。啊，有你无？有人啊、哦？有你无？你啊，叫恁出钱拢无啥物个，机啊我出，旗杆你出，安尼好唔好？机啊我出250个。旗杆你出，你甲做啊便便。有一天，美国正式宣布美国军事政府入来台湾，迄一天，摕到旗仔的人马上爱甲我插出来，安尼好冇？好。安那好，请你举手。好啦，安尼吼，到酒店遐登记啦。但是我阁讲一摆哦，人美国讲哦，袂当用德国哦，我袂甲你规定，台湾民众哦袂当用德国哦。上好吼，用这支啦，老鹰的啦，好唔好？我即马是美国已经，我有接到这个命令啊啦，对，爱发予大家人，啊，就发予大家吼，啊，我无迄个时间呢，哈？哈？哎呀，什么说的拢会使？好，公寓爱中中立。哦，中立啊，你就中立啊。啊，你就中立吧，
啊，挂迄咱迄支就中立吧。迄支就是中立吧。你也无挂共产党诶，也无挂国民党诶，啊，你就中立吧。对不对？挂美国诶中立吧。对不对？伊诶意思讲吼，我咧公公寓诶迄个啊，做管理员讲吼，咱咧中立，啊，台湾民政府是中立吧？因为咱也无偏中国国民党，也嘛无偏中国共产党，所以咱中立，对不对？对。我讲，迄话拢记在人讲诶，就是讲你有法度叫挂出来，甲挂。啊，咱即摆吼，首先吼，我伫想讲吼，来经一工啊吼，用通知诶，通知讲吼，好，明仔载挂出来，啊，大家拢挂。好，啊，即摆呢？这个也做甲美军入来时哦，咱同时甲挂出来，甲人欢迎，安尼无 ？OK， 这是前两天后礼拜左右哈，国军的州长，我们会跟他讲啊，可以摕这个旗啊。我讲一摆，旗啊，咱中央送，旗杆你也家己买。我相信安是进攻多啦。哦，啊，你那可比讲，别摕早摕也可以啦。哦，你即摆来，既然来受训，就要提大提嘛。但你也提时间来罚款，你袂当用德哥，我先讲。你的时间，我有时间啊，你一个时间啊，一个人会当上这一面呐。哦，安尼好冇？好。啊，这是明仔后日再来讲。过来，咱来受这个高级班哦，上个重要的，要阁讲一个代志。就咱台湾民政府已经有一个主张，就是日属美战。尤其咱的主张含咱的立场，各位来，咱甲迄个主张甲立场，迄个时代都甲拍出来。就是咱每一摆，咱来每一摆那阵开始的时阵啊，迄三条歌唱出来了，咱的迄个主张，这个主张呢，各位，咱的主张吼，就是讲咱要照顾迄个国万国公法内底的规定啊。日属美占，就是咱台湾现主是伫行的路啊。安尼行台湾行的路。各位，咱是要甲美国总统讲，你美国总统，你的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内底有讲啊真清楚，你美国总统福音万国公法，我嘛捌甲咱各位讲过吼，有诶班我有讲过，美国的国父叫做 George Washington， 乔治华盛顿啊，伊做总统啊，阁是美国的国父，伊做总统的时阵。甲美国的国会借两本册，无行呢。221年以后，伊的图书馆才行哦。美国国会，迄本册是叫啥？《万国公法》。所谓美国总统都很讨厌《万国公法》，因为《万国公法》会当讲就是将美国的总统真济行为拢给束缚掉的，袂当互伊乱来。你是占领袂当移转主权。嘛是其中之一。万国公法，迄是以前伫1830年以后，由这个德国人、法国人诞生，啊，了德国人第二，最后是美国人所写的。所以万国公法，这个日本幕府的时候，迄、那个叫做龙马版本龙马，都甲日本天皇、幕府将军。改强烈的意见，讲我们日本要实施万国公法，这样才可以抵挡得住黑船，就是美国人的贸易的侵略。所以去中国清朝迄个时阵，甲版本龙马差不多同款的时阵，比版本龙马较早半年，伊嘛翻译出万国公法。伊利用万国公法，葡萄牙的迄个叫做渔船，渔船商船，伫伊的珠江口。对中国人的船啊，给弄歹，伊用这个代志，万国公法，把迄个葡萄牙迄个船，迄个国家的改船工，叫伊爱赔，他也得到这个好处。所以万国公法是伫全世界，你讲没有国际法，有国际法，万国公法就是国际法。讲到规波，哎，各位啊，战争法是什么物件？什么是战争法？战争法知道的，还阁会记得，请你举手。有几个战争法是哪几个法律叫做战争法？哎、欸，拜托哎，初级班拢上过呢。什么是战争法？战争法有五个。第一，
海牙第四公约，爱写爱写啦，卖干那看娘啦。海牙第四公约，第一日内瓦和平公约，日内瓦和平日内瓦公约。第三，红十字会国际红十字会总章程有关日有关战争的部分。第四，美国陆军总署野战手册 FM 二十七。阿嘎，美国最高法院有关战争的判例，这个很要紧呢。你读册吼，来自这里读，读规部就读这呢。但是我跟你讲哦，那只要你去原文去看哦，你看你两三年，你看不出来。我跟你讲，这个这拢是重点啦哈。啊，你把读这里读规部吼，还有两个重点要记，第一就是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啊，占领袂当移转主权。第二，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然后，来下下都头先再抬起来。来，我想来请教咱各位啦，咱即马谈。微波龙怎样知道台湾的现实的地位了？台湾，你认为讲台湾后摆希望台湾独立的，请你举手。无要紧，你家己的意思啊，希望台湾独立的，好。哎，啊，你希望台湾唔免独立，和日本合作伙，请你举手。哦啊。过来就是，你希望台湾有一天会当甲美国合作伙，请你举手。嗯，我甲你讲吼，第三种甲美国合作伙绝对无可能。理由是啥？唔是讲我要甲你合作伙，啊就合作伙呢？是安怎讲？是安怎讲？美国伊已经有讲过啊，因敢若50州以外，因无要搁增加其他的领土啊，所以已经没有那个法律的基础啦。所以有的人讲哦，51州，我咧看到鬼，绝对袂的，绝对无可能。若要51州啊，啥物人在先？波多黎各，波多黎各1899年开始，甲即马，跌跌蛋蛋，甲即马都无法度咧。波多黎各吼，其实是非常的聪明咧。波多黎各，美国一定甲伊讲哦，你赶快公投，要么你独立，要么你加入美国51州。伊哪讲？我才不要呢。我们希望你占领啊！伊那美国甲占领呐，美国爱负担所有代志，侨委兵美国人，伊无够钱找美国人，所有的代志拢是美国人爱负担。伊那无钱就找美国。你甲想咱台湾来，你看我遮，美国即马军事政府占领台湾对不对？美国不爱承认呢，唔想不爱承认。伊啊，安尼，迄句我是变哪讲？就是讲呢。还模棱两可啦，敢那有影，啊，搁敢那无影，啊，所以咱安那，咱只有一条路尔，用告的，啊，怎告的出来嘛，对不对？告的，伊都无承认袂衰嘛。啊好，啊你即摆承认吗？你美国承认吗？你是军事政府占领台湾，啊占领台湾，咱台湾安那，你台湾的人权爱甲保护啊，敢不是？咱即摆出国，拢摕什么护照？中华民国，啊，咱敢是中华民国的人？咱唔是中华民国人，咧摕中华民国护照，是中华民国护照假，因为中华民国这四字本来伫这个世界就是不存在。啊，既然不存在，当然，我们拿着中华民国护照都是假的嘛。更何况去红占领地区的老百姓，会当摕护照无 ？No， 爱摕啥？旅行证件 ，travel document， 你要看嘛？看历史以来，琉球当年，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所发行的旅行证件，哪里看？这本。所以我当个告一讲，今年九月，咱伫美国开记者会以后，马上，我是猜测哈，这是猜测，这个不是真的哦，猜测。我们可以发这一本
旅行证件。因为美国已经跟咱头讲过啊，咱这本的旅行证件是金黄色，甲迄小龙同款。后摆若变护照，我是感觉讲，因为在日本帝国的话，日本大日本国的话，很可能我们的护照的表面是什么颜色？红色。英国的那个护照颜色是什么颜色？红色。帝国的颜色都是红的。啊，你所谓的总统国的总统民主的那种的都是蓝色。啊，只有那个中华民国绿色，因为中华民国在世界都没在承认的啦。啊，只有我们台湾人戆戆呢，就是说那本是真正护照。啊，你吼，你唔想你甲摕一本护照，你东南亚看卖，东南亚遐人拢知影讲，你们根本不是国家，你入去伊个国家。我是因为我很少去东南亚啦，但有真侪去东南亚拢甲我讲，伊去遐个时阵哦，排队啊，要摕个护照要入去啊，中华民国恁另外排一排啦，甚至以前都爱过来滴爱塞啥美金啊、红包啊，迄原因是啥？伊唔是国家嘛。啊，咱台湾民政府，这本我跟你讲，今年内底一定摕到。但是你今年内底要摕这本，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有台湾政府的国民身份证、公民身份证。那你上盖新的2000份的身份证啊，下个礼拜会送到台湾。啊，咱即摆吼真紧诶，咱一礼拜平均400个身份证，每一个礼拜就4000到500，哦，所以呢，咱诶速度嘛，那愈来愈紧。所以各位啊，不用怀疑啦，你拢免怀疑啦。有诶人讲台湾民政府是诈骗集团，你捌听到即句话，请你举手。有嘛吼？啊好，来，你看哦，我摕一个证明互你看。我们台湾民政府如果是诈骗集团，我们在宜兰的警察总局的前面，甲设台湾民政府。来，那张相片有啊？你要相信吗？你要不要相信？好，来，你看，宜兰县警察总局正对面台湾民政府，你看吗？如果是诈骗集团，那拢无人甲你取缔。喂，这不是假的呢，这不是假的呢，有无？你有看无？所以呢，伊这个宜花东州的州长啊，伊为设这个看板哦，咱那个拍手爱甲多谢呢，因为伊设这个了吼，咱你讲。台湾民政府哦，省足侪力的啦。我说你台湾民政府可能是骗的啊，我骗来，互你看一下相片。警察局的警察总局的对面呢。啊，开幕的时阵哦，我讲一个笑话哈。开幕的时阵，遐警察拢徛伫外口看，你看，啊，当先去找因。哎，你们知道台湾民政府吗？我们当然知道啊。啊，你敢知道中华民国？我们知道是流亡政府啊。警察来讲呢，啊，所以我讲哦，啊，这是两个政府的问题啦，啊，我们没有关系啦，反正我们上面就换人就是了。意思讲哦，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阵哦，因为顶官都换人啊，他们是很清楚呢。警察他们讲哦，我们警察现役的警察人员在我们这里受训的很多了啦。因为伊来上课以后，伊对这个法律、对台湾的法律都足清楚的嘛。啊，我是足惊的是讲你来受训，结果你对台湾的法理仍然不清楚，这才坦白讲哦，很糟糕。所以有当时啊，美国最近对咱不太信任的原因是啥？你已经上课上两年半啊，啊，含你的高阶的主管去美国含遐台侨啊，讲到无半工的话啊，拢改变去。我即摆已经知了解啊，咱4月20日去的时阵哦，台侨甲你安怎讲？你美国讲什么话拢不要紧，讲的什么意思？你伫台湾民政府讲了，就是讲台湾
在台湾民政府架构下，台湾政府开始运转，试行运转。咱原来是要讲这個，去的时候跟你讲啊，台湾民政府不要讲了，只讲台湾政府就好。各位，尤其是上过高级班的人，台湾民政府的上面有谁？美国军事政府。如果是台湾政府的话，上面有没有人？没有人。所以讲台湾政府，单独讲台湾政府就是啥？台独。啊，那台独啊，美国人跟恁讲真清楚，我唔免叫恁来啦，我叫台独联盟来就好啊。有理呢？台独联盟三四十年来一直鼓吹台湾独立，拢行未出去。咱台湾民政府，那也去改改同款的路。咱都爱叫法律，法律的物件一点点都不能错误哦。我跟你讲哦，一脚步那脚踏唔对，咱就跳起哦。我们会被美国整个消灭。所以到今日为止，咱台湾民政府走的路虽然慢，但是我们很踏实。虽然咱无跳跃性、跳跃性的迄个进步。但是我们所走的每一个步都非常稳，非常正确。到今日为止，美国每一次来都会和我们接触，会跟我们指导。例如他很多事啦，例如也跟我们讲，你们跟日本要变成什么样的朋友。所以我要跟各位说，不管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民进党、台独联盟，这些所有的单位，哪要来咱家受训的，我们通通接受，很清楚。即将受过训的，都是我们的同心，都是我们的同志。只不过，当你的思想如果有改变，变成台独的时候，我们就会将你的名字，在咱的内底给你除掉。就是讲。拜托你，卖在咱的台湾民政府的里面，也给你提去边啊！你的受训永远被我们承认，你一张证书有效，但是你不会被任命为政府官员。咱每当讲咱接着捐款以后，竟然站起来话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各位，那这点我们是没有办法答应的事情，会使不？对啦，这就是爱你们要拍手的啦，表示讲吼，恁拢有同意。所以我阁讲一摆，我们台湾民政府接掌政权有三件事情不能做。第一，台湾永远不会是共产国家，好唔好？好，拍手。第二，台湾永远不会跟中国统一，好唔好？第三。台湾与日本将会变成 Commonwealth 邦联或者是联邦，这样好不好？会较戆的人嘛，要跟较强的国家斗阵啊。什么人要跟很弱的国家？你讲中国有强无？无强呢。明仔载、后日上迄中国国情哦，我跟恁讲，恁就知影中国的实际上的情况是甚么款的。你唔通想讲中国足强的呢？我讲中国一点都不强，中国伊是土地真大，但是呢，伊迄个国家四分五裂，我是估计他们是不是能够撑得过这一期习近平的任期五年，我是很怀疑的，因为习近平他没有办法掌握整个中国了。你也看麦啊哈，中国每天都在暴动，哎呀，贪污拢惊死人。他的贪污，这边的那个叫做因为那个铁道部的那个，给判一个死缓，我就讲他这个国家已经完蛋了。中国所谓高干95%以上的子女，拢在美国，甚至已经变成美国人。你敢捌看到一个国家内底伊的高干，部长以上的囡仔拢在美国？啊，阁是变成美国人，你敢捌看？我跟他讲一个咧，你听你就知影。
彼当阵当是2001年啊，南斯拉夫的中国大使馆去予美国为太空拍一只飞弹，为玻璃入去，拍死三个中国人。这代志你唔知记得无？规栋南斯拉夫大使馆内底有十几个中国人，偏偏伊为迄个玻璃甲拍入去，就是敢那死三个。啊，死三个就是当时就是窃取美国情报、飞弹情报的人给和中国的三个中国人。啊，就中国对了这个代志非常生气，发动学生上街头示威抗议。迄个时阵，我伫中国，我嘛办大学，啊，无代无志，阮遐学生囡仔拢去叫出去。共产党控制学生囡仔是足厉害的呢。啊，我嘛唔知影讲到底是他控是控制哪几个学生啊？但是都伊那边集合都，迄几个人话拢规拢出去。啊，就迄个下晡就哦，拢伫踅，伫成都市踅来踅去哇。哦啊，唱爱国歌曲。但是到第二天，因本来讲第二天要扩大迄个示威，结果第二天啊，一个学生伊啊都拢无出去，因为感觉很奇怪呢。啊，因为迄阵我跟美领馆非常不错，关系很好，我就去跟请教，我奇怪，啊，你今日本来讲我那边示威，安内拢无来，伊甲讲啊，林先生。这就是我们用的方法。问你们用什么方法？很简单啊，昨天晚上我们就去拜访几个高干的子女，给他叫来讲，明天我如果在街头上看到你，我保证你这一辈子进不了美国。你挺有意思吧？啊，结果第二天，敢有人会出来？今天也没出来。这就是美国在中国吃中国吃到死死死的原因啦。大家都想啊，想要去美国啊。啊，那当阵我伫遐咧办学校的时阵，我送足侪囡仔去美国的呢。因为他们坦白讲，因为不懂，但是呢，因为咱伫台湾生活，咱较知影，啊，我帮忙真侪人，伫签证的时候啊。赶快，咱以前台湾人嘛要签证嘛是很困难，但是当中国啊也是一样很困难。但是因为我办的是私立学校，所以我的学生去办签证都会过，啊，所以我真侪高干的孩子啊就会喜欢到我办的学校来念书。所以你看啊，我感觉是美国，他真的是掌控了整个的亚洲了，懂没？欧洲他也是在掌控了。就是说美国以前的美国还有这样没有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以前，美国是属于二流三流的国家，大日本帝国是世界一流的国家，那当中的德国意大利真的是一流的国家。但是战争输去了，战争输去当然了啦，你要受处分嘛。啊，咱现在台湾，咱其实咱台湾是受日本天皇照顾，无唔对，但是咱等于是伫替日本人受美国在处分我们呢。你知影咱台湾，伫1945年，1941年12月8号，以12月7号是偷袭珍珠港，咪偷袭啊，奇袭珍珠港。12月8号，咱台湾的高雄的机场发动零式战斗机百几架，去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将当那个空军司令的麦克阿瑟，他所领导的那个克拉克空军基地，几百架飞机啊，全部歼灭。那是麦克阿瑟这一辈子最大的侮辱啊！所以他恨台湾是恨之入骨。啊，咱一恨我们入骨，咱建了遐创起来麦克阿瑟公路，当然是蒋介石通的啦。所以这个麦克阿瑟公路，咱若之前哦，若要改公路啊，那条我要先甲提掉了。那条要甲换做啥？杜勒斯高速公路。
因为杜勒斯啊，他真的是救了台湾，你知道不？就今天和平条约他写的，你看一下的时候，他就知道台湾，当然这是一个谜啦。有的人说杜勒斯应该知道台湾不是殖民地，是 territory， 是领土，因为领土的割让、领土的处分方式跟殖民地的处分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他没说，我研究坦白讲看不出来，但是这没有一点杜勒斯是为台湾。所以就这段和平条约来的，对于台湾的处理的方式啊，是用未定论。其实这未定论来的已定就是啥，讲日苏美战啊，所以遇到问题，让咱台湾人家己去想。所以他没讲，美国嘛是安尼甲我讲，你台湾人家己爱想讲，你台湾人后摆要安那行。当然，这个行来的，包括我头头讲的三点。我们不要变成共产国家，我们不可以跟中国合并，我们希望跟日本变成 Commonwealth， 变成一个生命共同体。台湾的物产非常非常丰富，我们可以生产很多的东西，农作物，日本可以生产很多的轻工业跟重工业的东西。后来呢，我们买他农作物，他买我们工业的用品，你不能就是说农作物在卖很俗的呢。农作物你如果也要经营全部都是有机的话，你知道日本、哦、一粒那个水蜜桃卖台票卖多少钱，你知道吗？你们有看看吗？多少钱？去年啦，去年我买啦，不是买啦，我有朋友送我啦，一粒500块。咱台湾嘛会当安尼啊，咱即马日本伊家己迄个栽培迄个叫做芒果哦，挂伫迄个伫迄个叫做百货公司吼，哦，用到足水诶，迄玻璃吼，迄个一个架子吼，啊，顶上敢若放一个芒果，啊，所有电费拢在你缴，又红又漂亮，一粒芒果2万块日币。喂，台湾所出产的芒果，逐粒嘛2万块。但是现在怎样，台湾怎样俗到怎样高赛啊，那些农民所生产的都卖出去，乃至今年也是一样，乃至很多怎样都没去办了，生产过剩了。这是怎样，我们跟日本没说好事嘛。所以我们后来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我们要发展农业，政府应该出面把农民所生产的米统统给买来，那边拿到你政府自己去拿就好啊，拿到你的仓库就算了嘛。这些东西要卖哦，跟卖日本交换啦。后摆呢，一粒苹果啊换，啊嘛一粒迄个芒果啊换一台电视机等下，好唔好？哎、啊，对嘞。哎、欸，你免拍手，我讲的拢实在话啊。芒果一粒换你一只电视，还是一只电脑？这种做得到的东西呢，你就要把日本人教育，把我们台湾人自己教育，不能看轻我们自己。台湾人最糟糕的是看清自己，你不能想说你是建白国，当然我们是建白国没有错，建白国有建白国的尊严，有建白国战败国的价值观，我们是没真正去跟他建的。我们如果真正建的，我跟你说我们的高沙义勇军、哦、替我们台湾打下非常优良的历史。你有看那个塞德克巴莱有看吗、哦、那日本人看到怕到要死，他说今天现在看到那个孩子在这里、嗯啊、下午还站在这边乘车在走呢。所以、哦、高沙义勇军高沙族替台湾人、啊、争了不少光荣，但是高沙的人本来日本人要离开的时阵，高沙族有120万，即摆剩偌济？51万，高沙已经不见了。所以我常在讲，我们一定要帮高沙，尤其高沙的族人，我们需要自己教育自己，爱让咱家己较高尚诶。因为你若这代没有做稍微的牺牲，你就无可能有很好的下一代。
所以呢，我很多的高沙朋友，我都跟大家讲，高沙义勇军所留下来的优良的历史，我们要好好的保持下去。啊，那高沙族啊，拜民进入七景的时候，高沙族之间如果结婚，每生一个高沙的后代，我们政府给他100万，一直到120万为止。所以各位你也开始想，那还没结婚，现在少年的真多，也敢去找高沙族的女生啊，高沙族的女生也可以去找啊、一般的男生，因为你们的下一代呢，都跟哎刚那个主席讨论了哦，哎，这个下一代呢，我们愿意让高沙族有很特别的，但是有一种不太好的习惯呢，就是喝酒啦，哈、哦。而且那我的盖过来吼，我相信高沙应该是非常好。你想那雅虎主席足敖讲话，对不对？一起坐下呢，他也当基督教的那个牧，不像牧师呢，议长呢，第一位的高沙族的那个议长呢，议长呢，现在当高沙族的主席没有错呢。所以我爱讲吼，咱大家人来这里受训。主要就是希望讲，台湾民政府接掌政权的时阵，每一个人都会被派任一样的职务。啊，这项职务，我该各位讲，你的明仔奥林所发给你的结业证书，就是你将来的公务人员任用证书，一辈子有效。安尼好冇？后摆民政府执政，其他的人若要做公务人员，爱考试。恁是等于考试啊？恁是等于先行受训？所以我甲各位讲，你们为什么可以用结业证书当做公务人员的任用证书？因为各位是革命先行者，你是革命内底你先行的，各位会知。革命先行者，你知道先大先行的人啦，大先行的人啊，才有物件可以叫伊食啦。革命先行者，唐能拜好冇？革命先行者，革命先行者，千万不要去当革命烈士。革命烈士翘起啊！别，你台湾民政府绝对不会当烈士，一定会当革命先行者。这个的上课到这为止，多谢各位，谢谢。各位好，安请起立。行嘞，下课休困，楼卡有点心，哈、哦，吃点心了再去休困。